来看何必记者等每一冬伫咧过年进前，拢会举办寒冬送暖的活动，结合着神仙灵书，发放大约200份的白米、油、盐、米粉等民生物资，以及春节的红包，关怀在地弱势家庭，将温暖哦送到社会每一个角落。何必记者等住宿最公舒服，伫说完年终的时辞，表方现代举办寒冬送暖救济活动。结合地方神仙灵书企业来发放春节红包，各满满一大袋，袋满白米、油、米粉等种类的民生物资，来协助地方弱势边缘家庭过好年。紫气堂30多年来，上头先就是甲咱的万兴宫合办，甲疫情，咱即个家拆开，较袂人数较济，啊，所以就继续办，吼，啊，就一只煮红食，啊，搁再吼。予因有一碗小小，啊来食点心，啊有一盒吼、哦，两包米，啊那两包米粉，有咱的县政府有赠送，搁有一罐的米粉，吼、哦，啊搁有糖、盐、油，吼、哦，啊搁有阮代表，阮代表啊蔡长顺，啊甲阿叶，都赞助吼迄爱心的鲑鱼酥，啊所以啊，在所有的物资。就是有在大家合作来赞助帮忙，才有这多物资。搁有每户1000块，就紫气堂大大细细，会做善男信女赞助出来吼，一金钱，就有效到今仔日来发放，或者低收入户，大家一个温馨的吼来过年，吼大家平安顺心。吴素金主持表示。真正爱真感谢记者等的志工出钱阁出力，共同来筹备即届寒冬送暖活动。尤其一透早天也未光，志工就到记者等斗三工煮米粉、烤肉等料理，要来甲一寡弱势家庭分享。另外，除了何必在地弱势家庭，记者等也亲自将物资送到山顶偏乡地区，将温暖传递到社会每一个角落。台中华新闻叶宏武何必采访报道。